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祖，欢迎收看正月十七号礼拜五的观点地方新闻。三里镇的粪扫掩埋场，目前的粪扫量已经有20000多吨，再加上三里逐天大约有27吨的粪扫等待处理，这段时间所累积起来粪扫山所传出来臭味，和附近的住户拢非常的困扰。为着要减少粪扫所造成的环境污染，花莲县环保局是向中央争取经费，要来执行粪扫的打包计划，预定在今年顶半年要来完成20000吨的粪扫量。三里镇粪扫掩埋场目前累积20000多吨的粪扫，产生的臭味长期影响当地居民。为此，花莲县环保局向环保署争取经费，要来执行粪扫打包的计划，预定在今年顶半年完成20000吨的粪扫量。那现在西螺的这一座垃圾山呢，我们也打包20000吨了哈。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暂时解决垃圾堆积如山的状况，也能够减少空气污染的状况，甚至臭味四溢哦。那环境整体的受到破坏，那我们尽可能的以治标的方式呢哈，将它打包储存。那基本上哈，储存起来可以大概可以放2年至3年的时间。粪扫处理一直是婚姻关要紧的问题。三里镇每天有完有27吨的粪扫等待处理，现在运用粪扫打包机，每一天有1吨重，一点钟会当处理35吨。咱三里镇吼，咱每一天运到的粪扫差不多在咧27吨。即闻到即臭味，吼，伊拢感觉无爽快。我嘛感觉讲，公所我会当做，我嘛尽量做。所以我嘛希望讲吼，下当的方面，甲赶紧做些粪扫入去焚化炉，甲会当解决阮西里即粪扫的问题。我们过去也一直在效法德国的这个垃圾处理技术，那可能将来包括埋在这个土里里面的这些东西啊，我们都还要再重新做整理。分析干燥啊，呼吁吼，咱家所有每一个里面吼，垃圾一定要分类，垃圾才能够减量。其实三里粪扫场是所有分林关堆置场是上界大场的吼，但是粪扫的问题一直是分林关最大的问题啦吼。当然，身为咱分林关的大家长，头家会较疼。在这嘛，望咱的县长吼，会当继续想办法啦吼。环保局嘛表示，20000吨粪扫量是初期的目标，希望会当用上紧的速度，在2个月时间完成。他在之前在斗六是7000吨的一个数量在20几天就把它完成了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刚刚跟厂商的沟通吼，希望说20000吨的部分可以在最快时间点2个月，看能不能去把它迅速的完成了哈。目前花莲县运出外县市的粪扫量一天无够100吨。原来阁欠款会当治本的设施，对此环保局除了找寻多元的管道来疏解这项问题，嘛慎重呼吁民众，粪扫减量要为家己做起，才会当彻底解决问题的发生。记者彭淑琪报道。